我本来这次来，我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潜水上面了，我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潜水。我说我觉得，因为我一直特别想拍海里的东西，就我可能不是一个很会拍的人，但是我很想去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。粗的一根绳子。昨天晚上其实我们知道，就是你们都休息了，然后在换班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个昨天讲打了绳子了，打了绳子上也有一瞬间我们是没有动力的，我们是就是发动机是没有动力的。今天我们必须要下水检查一下。跨越下水，那你为什么出发之前都不想这件事呢？都没有水况，不知道天气好不好，谁也不能。可以吗？能见度好吗？大概就是这样的。这是多少米的？半米。十一米不到。一米不到。我不是下去去潜去看。我知道你下去是工作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没有人能 cover 你的。你别了，如果是那个什么，你非常担心就算了。因为我们谁都不了解这儿的水况，你万一出什么问题呢？然后从船尾再拍一下。如果你实在想下，你自己判断。但是我们没有人是 dive master， 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没有人知道下面的水况有涌还是有流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今天的水很浑，能见度很低，你的中性没有那么好，谁来保护？给你三个 suggestion， 你自己 make decision。没有61吧？那里是这个生源，没有问题啊。在线上，你在我们先不讨论，先不讨论啊，我们来了。待会儿可以根据名号跟惯性的这个再评价状态，可以。然后我来跟大家建议说，可以讲或者他不可以讲。对。然后我自己建议，最后你再决定，好吧？就心平气和，我们出来都要心平气和，好吧？就是我也希望就是一路上都有很多收获，但我也更希望那个妈妈吃餐有一个参与没问题。对对。然后我们先看。